新闻继续来看是嘉义活水志工协会日前在嘉义活水教会举办着中温婚姻盛宴、传承爱家文化的活动。28对平均结婚25年的翁仔某是再度来穿着婚纱礼服，重新来走上的红地毯，伫咧上帝和众人面头前再度来讲出着我愿意。翁仔某两个人双手牵条条，面上是留下感动的目屎，场面温馨感人。在28对结婚已经很多年的翁仔某当中，有人已经结婚40年，也有今年刚刚结婚的新人，每一对对着婚姻都走过着不一样的高峰，也面对着不一样的困难。在面对着上帝和众人再度来讲出我愿意的时候，想起着过去的人生故事，很多人都忍不住激动流目屎，现场气氛温馨感激。这是嘉义活水志工协会为着要来提倡着幸福家庭所举办的活动。嘉义市长吴敏辉和嘉义基督教病院院长姚维仁也亲自到现场祝福，共同来见证这场温馨又搁感人的幸福典礼。我们来见证，那我知道在这里有这么多对，都是真的每一对，我知道每一对都有很精彩、很不一样的故事。听说有40年的，啊，到年轻一年到40年的都有啊，所以一年的要好好学习一下，真的要走到40年也不容易，但是也很容易。就看你一份心。参与活动的翁仔某，每一对的婚姻背后都有不同款的故事。到场的亲戚朋友见证因家上红地毯，恩爱夫妻共度人生，大家拢感动又够欢喜。这么有意义的活动，也成为全家欢乐上佳美好的回忆。最新新闻，就丁总、王小三、江一奇、蔡宏报道。